罚金呢，是金呢，不是黄匪啊。哦，有点傻。这个的话是一个甜心丸呢。真好看。干嘛呢，姐？嗯？干嘛呢？来，给你看一件比帝王绿还要稀有的料子。嗯，帝王绿还要稀有，别扯了。真的，99%的翡翠玩家都没有见过。来，带你长长眼。好嘞。那就是这一块了，天空蓝撒黄金的，你没见过吧？这不是进脏了吗？哪是撒黄金？你仔细看，这哪是进脏，这都是撒黄金，真正的黄金。而且这块料子就是整个非常大，而且开了一个大平窗，看一下这。像这些缝隙呢，看一下啊，真的就是撒金，就像月指甲上那些闪金一样的，非常的漂亮。这些地方，这个料子里面的话，估计还会有的，它是非常特色的。它直接就是撒金呢、啊，是金呢、啊，不是黄匪啊，非常闪。这个的话是一个天空蓝的，像撒黄金的话，一般会出现在有蓝底或者是天空蓝的料子里面。说实话，我也只见过两个啊。今天这一块大个的就是第二块，第一块呢就是在我做玉雕的那一年啊，那几年里面有一次客户呢寄过来送过来的雕的时候见过那么一块，做出来成品是非常好看的啊，一打的那就是星星点点的，它不像黄翡一样啊，它直接就是自带的那种闪金，非常的漂亮。那这块的话就是第二个了啊，这块料子的话是个头比较大的，而且呢天空蓝的手镯撒黄金的，是有机会的啊。